收到一位网友的留言，父亲今年61岁，体检发现左肺上液1公分的磨玻璃结节，当地医生说有血管穿行，边界清晰，要我们马上做手术，想问问您的意见。因为没有看到这位朋友具体的 CT 片子，我只能从现有描述给出答复。患者一厘米的磨玻璃结节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，而且从给出的描述特征，边界清楚，有血管穿行，考虑肿瘤的可能性大，可能还是一个原位癌性质。那么到底该不该做手术？我认为可以从结节的位置去权衡利弊。肿瘤比较大，要是患者很担心、焦虑，结节的位置又比较靠外周，做手术只要小切除就能解决，对身体损伤不大，那可以考虑拿掉。但如果结节位置很深，甚至靠近肺门，手术的话，切除损伤比较大，经过观察又没有变化。就可以持续定期复查。一般来说，这种磨玻璃结节没什么危险的，也不会发生转移，不用太过担心了。